买了就是最爱的红野早餐，不过红野倒了，换成巷弄吐司，准备出发喽！嗨，我们很快就 check in 了。日式长风，这个鸟叫声也太大声。我们在自然之中，这是一个很简约的一个设计，非常简约。但我还蛮喜欢这种简约，你应该也很喜欢，你应该不喜欢浮夸型的。住宅区没办法进去，哎，那个很经典。开始我们的 room tour。没错，那我们要先从门开始。然后，这其实超级可爱的，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嘘，就是如果一般不是都是请勿打扰嘛，那我觉得这个牌子就是很可爱。对，然后刚刚其实那个饭店人员就是有帮我们讲解的很完善。然后这边一走进来就是有一个小桌子，然后有他们就是这应该是莲花。莲花，不知道。对，然后这里就是走进来，因为我之前就有上网看到他们其实没有蓝牙音响，然后就是用 CD player， 但是它 CD player 就是有搭就是 Bose 的那个音响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效果。原本想要带自己的 CD， 但我觉得就是很想要听他们用什么音乐，那基本上就是做瑜伽跟 SPA 心灵音乐，但我觉得非常适合。然后这边走进来就是会有两颗苹果，平平安安，平平安安，银钉苹果，然后这就是免费的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装饰品，对，我觉得在别的饭店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东西，所以我很喜欢，我超喜欢的。然后这边就是有两个躺椅，超赞。哎、欸，这个椅子超级舒服，我觉得超级软的。然后这边走过来，我刚刚在那边休息了一下，这边是超级舒服的。然后它这个本也是有三本，然后就是有你可以叫 room service。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是，它有一个就是韩碧楼就是建制的一些历史，然后设计理念。对，我觉得会想看的那种哎、欸。觉得就是很有味道的一个饭店。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旋转的电视，然后它就是会有 key 字幕key 那个姓名字幕，像紫薇小姐本人真容感，然后可以转，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是睡前看，也可以就是刚刚下午休息的时候看。然后它这边就是超级爆多这种抽屉置物柜，我觉得很赞。另外一边，这个我觉得是给那种你长期就是会想要，住在这里的旅客使用。然后这个床，哇，超级舒服，超舒服的。虽然它整体就是能感受到就是有一点点的历史，但我觉得这种历史我特别喜欢。然后。还有这个花，我觉得超适合就是带爸爸妈妈们来的，赞。然后我觉得先看完这里面，然后再出去，毕竟那是重点。
然后这边就是刚刚他们也很贴心，就是已经把我们行李跟衣服都拿上来。然后这边我也觉得很贴心，有这个小小小小的针线包，我们会直接带走。对的，因为阿妈阿姨期待，因为我们家没有这个，我们家没有这个。然后保险柜，然后还有就是，其实很多人都说韩碧楼的拖鞋超好穿，真的很好穿。对，然后它其实就是让你可以直接带走啦，所以我们也会带走韩碧楼的拖鞋，直接带走。所以以后大家来我们家玩的时候，就可以穿韩碧楼的拖鞋。然后这边就是浴室跟房间是可以隔开的，就有这个可以推的门。不要偷看我洗澡。不看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，他刚刚其实上来的时候也帮我们把这个都放好了，超级贴心。然后有两间厕所，然后还有就是两个算是很梦幻、很梦幻的双人就是洗手台。然后我很喜欢这个色系，对，这个已经这么多年历史了，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质感。然后像是哇，又有兰花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很。亲切舒服的，对，其实我们也住过一些还不错的饭店，但我觉得这种感觉，我觉得特别的放松。我觉得就是一个高级饭店应该要有的，就是一个品质跟态度。哇，说这么严重的话，然后重头戏来了，就是他赶快把门关起来。对。我是没有被叮啦，但是就是开车被叮得很严重。然后，对啊，这个躺椅，两个人就是在这边舒服的耍废。这个景，这个景很棒。这景我们真的是大推，超级大推。泳池就在那边哎。就是你可以在这里完全发呆一整个下午，完全。这个花瓶好巨大，我也很喜欢这个。来，我们来个比例尺，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放，大概，大概快要跟样子差不多高啊。然后这里也是，如果你可以叫 room service， 也可以在这边，就是很 chill， 可以选择很 chill 的我们这个房型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，就是如果我们是在那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正对。正对泳池，那一点点，我觉得一点点可惜而已啦。就是我们刚好是面书，但是也我觉得不太影响，因为你这样看还是很美，对，还是可以看到整片湖景。然后我觉得日月潭，它真的每一个时刻都有不同的面貌，很梦幻。对，早上我觉得是不同的样貌，然后下午下有一点雾蒙蒙的氛围。明天早上到底可不可以起来？明天早上七点，我们一定要起床。游泳就是非常想要在这里游泳，我觉得。听他说七点之后会有点凉。哦，七点是有点凉，他还蛮建议最少人时候是一点到两点，就是换房间。下午一点。他们开放时间是七点到七点。七点到七点，对。然后我们大家五点半就要去吃日式餐厅了，然后他晚上也有酒吧，哇，真的是很棒。然后顺便说一下价格，这边一个晚上的价格是。一万九，反正就19038还19380之类的，反正就是19000。然后 SPA， 按摩一定要去，太爽了。我们是有包，因为我们是两天一夜，然后有早餐，然后有包 SPA， 然后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早餐啊，不是，就是 SPA 的发票是5000块，所以这样扣下来就是19000，就是减500014000，然后14000再除以2就是1000，然后7000就是2天1夜，然后有这样的美景，然后这样子超爆大的房间，我觉得非常值得。基本上我们冬天就是会直接再来，对，超赞的。
拜，康拜。叫了一支白酒，开酒喽！开酒喽！也来看一下晚上的韩币喽。在吃什么？美林粥。美林粥。嗯。